个别西方国家和机构相互勾连，恶意抹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刚刚结束的香港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是香港特区新选举制度的又一次成功实践，选举过程依法依规，公平公正，选举结果众望所归，人心所向。这充分体现了香港特区民主实践的新气象，彰显了真正的民主精神。个别国家无视香港民主优化提升的客观事实，逆香港社会团结奋进的主流民意而动，以民主教师爷的口气对中国香港特区的民主选举指手画脚，对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人权自由说三道四，这只能让他们虚伪的双标面目和乱港恶华的图谋暴露无遗。